聊，要不然直接摆上去好了。OK。你为什么在偷吃东西？好了，小宝小宝，我们今天要做什么？好了，慢笑呢。我前阵子呢，在网络上常常看到必胜客出厉害口味的披萨，像之前有榴莲口味，有看过吗？哦，其实我想买来试试看。我有买，但是买不到。它好像一个店只有一张还是两张，然后它是甜的，它是热的。然后我在上个礼拜，我看到又出了一个新的口味，叫做臭豆腐口味，所以我就很好奇，如果我们常吃的食物拿来做披萨会怎么样？于是呢，我们今天准备了三种口味：维力炸酱面口味、Oreo 口味、臭豆腐口味。那我们请我们的阿贝已经做好了四个口味的面团，第四个口味没有四个口味，就一个口味。那个辣椒口味、辣虾酱口味，哇，为你准备了。没有吧？那我们开始动作吧 ，Let's go。铺那个感觉很难铺的肉类吗？不会啦，你不错，你很会擀哎。我等一下擀到一整片要拿起来甩，我跟你讲。有够的。上面有那个面哦，就叫你不要乱讲话哦。小宝，小宝喷面啊！不要觉得你讲话太胡乱了。还太小片，还太小片。这是什么呀？我要看那种海底捞那种表演。海底捞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捞起来，捞起来。这好像没有办法。我觉得离成功之路还有点远。可以啊，用成烧饼类的。饼师傅。今天煎饼果子来一桶。啊，我们要怎么让它变圆呢？我们今天来教他。要甩。胡椒饼。你就这样一直甩。OK。哦。甩一下就远了，怎么缩小哦？凡事可以要插动吗？因为它哎呀，好，凡事就是为什么要这样？它才会蓬，它不会蓬起来。是这样啊？对，我以为你在闹哎，你在闹啊！我跟你讲，我们的面体很多，所以它的这个很重要。为什么感觉它有点不平啊？不平是不是？那就是那可能是平的。那你要不然你打录屏专案，1999啊，对啊，你打1999啊，对啊，都不吉利啊，哇，不然包起来，不然直接摆上去好了啦。香肠可不可以铺漂亮一点？他不是说从一片，天哪！天哪！说反的，看到那个面就人生就圆满了。我觉得，而且苦瓜，你那个怎么？这样吗？这样？我觉得很像金针菇 get 又削了你。我已经剪整块了。小宝干嘛捂耳朵？吃到料理，真的很可怕哦！哇，第一道就毁了大家的餐。这样不要那么近，等下会爆炸。不是，小宝，你不要那么近，因为我怕你。这样可以吧？可以。我就 OK。我吃的是这样。这跟我想象的不一样。对，不一样吗？你很像在倒水泥土哎，你干嘛？柏油路修路吗？不是，我觉得应该是会有些拿起来。他那个饼皮有沙了吗？我觉得下面空气其实有点怪怪的。好气哦，怎么办？好像揍你哦。不用，我觉得带一点气势，它就 perfect。没有，那我觉得要气要气氛不一样。等一下，为什么要加气势啊？因为要它粘住啊。没有，一定要粘住。有，
没有，泡面都可以。你到底是看哪一个影片学的？哪一个看的那个影片？没有人做过啊。这是一个配色的。啊，那我们原本最期待这个哎。是你家的，你不要抱太高的期待了。啊。是元大哎。元大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到现在终于有。好气哦。为什么？这才叫元。你们两个到底在干嘛？披萨，然后底下有在卖披萨。对啦，那个叫什么进去了？那个伯纳多，不，那个卡贝纳。哎，你公司大了吗？哎，他敢圆的，就是这样子，这么容易。路易莎哦，路莎哦，路易莎什么？路易莎，路易莎哦，感觉是耶，这才叫做圆。轻松的，你们刚刚在干嘛？哇，要拜啊！好，那该怎么铺臭豆腐啊？该怎么办呢？烤个辣给你吃。哎呀，我在场外那边生气，两个失败的人。你自己看一下好不好？好厉害哦！太夸张了吧？你是有去过意大利？对对对。外进修回来，我们去过美浓而已啊，有点板条，我们就只会用擂茶。哎，对。再一次就是大声的说出他的名堂。北京大威力老面饼。爆炸肠了！起来了！我很难上去。披萨做完了！耶！这个够看吗？哎，感觉很沉哦。哦，看一下这个横切面的布鲁勒拿走了。安西梅，他先讲一下，讲一下。他的视觉，视觉的感受，是怎样？五感，有蛮浓的炸酱面，炸酱的味道，然后掺杂的起司味。哦，讲废话，讲废话没错。来，我先咬八嘴，先咬一口，饱嘴，就是整个嘴巴都充满，一口塞哦，然后吃下去不会很空，没有，那是 gay 型，不是八嘴，吃下去，好来，来啊。哦，散了，好幸福的感觉。很复杂的口感，我不知道那是。我在吃不知道在吃香肠还在吃面，还在吃意大利。等到你啊，我吗？对，也是不用。不要，你要大块一点。不用怕啦，我大块吃。我很想吃啊。你要趁我还想吃的时候，待会就不是了。既然你怕没味道，这边感觉这块有味道。对，它有酱。你可以把好不好？放回去。最后。我要吃，最后好，你要先讲一下对他的感受。欸、真的，我闻起来是维力炸酱面，但是它带有那种起司浓郁的香气，香气。那我要吃哦。嗯，我觉得哦，好像啊，哎，面煮的刚刚好，真的哈，面煮的刚刚好，水煮的。那这个厚度可以吗？太厚。而且我觉得这个看起来很咸，但是其实吃起来不会，真的吗？因为它的面体其实是很足的，所以这样综合之后感觉是非常棒的。它应该是里面成本最低的，所以 CP 值应该是算是最高的。觉得这个外面卖的话，你愿意买单吗？不愿意啊。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拿。面酱是夸张，印度吃法，印度吃法，这个很像。那个甜点店的新蛋糕，对，我觉得这卖相还不错啊。最下面其实还是有酱的，嗯，有一种酱跟那个面 mix 在一起，嗯，好，我把它 mix 一下，好，你需要水吗？嗯，他刚刚闷笑了一下，其实还不错，就是很像吃维力炸酱面，然后
隐约好像有吃到披萨那种感觉。没有披萨，我录了那个饼饼那边啊，我直接录了三个一样的那个奖品，蛮浓的炸酱面，炸酱面。那闻起来是维力炸酱面，就是很像吃维力炸酱面，其实还不错啊。如果打电动没时间煮面的话，可以先做一个这样。没时间，我没时间。时间观念的部分是发生什么事情？我们花了100分钟。然后你说没时间可以做，你是第一次来，你要挑厚一点的，挑厚一点这一块啦，这一块要这样吗？哎，厚是没差，要宽一点的。好了，你拿了就吃啦，拿了就吃啦。哦，吃香肠比较多的哦，聪明，那个成本最高的。好奇怪，你觉得它看起来怎么样呢？好像咸蛋糕，咸蛋糕嘛，它给了一个很好咸蛋糕。对啊，他称呼它为咸蛋糕，你是不是没有看过咸蛋糕？新版的咸蛋糕，不然就直接洗手了。哇哇，有没有八嘴？如何如何？没有，很难讲话哦。你吃的是什么味道？就回忆炸，回忆炸酱面，真的就回忆炸酱面味道。阿赫，不是一样。阿赫，我们到底有什么事？哦，谁说？你看他餐具了，这感觉很烫。你刚刚拿汤匙给他，没关系，先让他入口入口。我这看起来很像，很像的。那你们的酱就是吃了蔬菜水果就会出水，还是看起来很像的？好吗？这个，能吃一口吗？哦，烫掉。然后什么都没了。都掉光了，再摆上去，摆上去会辣吗？没有，会辣吗？其实还好，有点微辣而已。它味道就是标准的披萨口味这样，就一般嘛，一般的。哎，我们一不小心就做出外面披萨等级了，真的是很不小心。规规矩矩的，对，就不是什么很特别的。那你就特别。他其实加虾酱啊，啊，不然那个虾酱再拿过来，再补上去。你说吃一汤匙，那你觉得那个饼皮的部分，饼皮的部分，特别让他知道那个底料。饼皮是蛮脆，但是底料有点太，我觉得太薄了。老给你用一点，而且它太薄了，太薄了吗？所以它一拿，整个料都散掉了。啊，来啊，到底了，对了对了。哦，手内是加，介绍一下这个什么酱？这个是那个巴厘岛带回来的那个虾酱。我也没有没有这个虾酱，虾酱不是会吃吗？对啊，我觉得。你呀，我呀，天哪！不会啦，你直接每天打就打到一半色。哎，这吃完直接痛风哎。不会不会，这虾酱很香啊，虾酱会辣的虾。OK， 哦，又掉了。哦，香吗？太香。哎，加进去之后，哎，果然是很角色，好一点。我觉得这个加进去之后，就是增加虾酱的味道而已。就是很大嘞，完全盖过去，可以打到最大的。味道会盖过那个。别听我，我吃不到下面，可以加一点起司粉什么的就很棒。哦，怎样？你要我干嘛？对呀，味道。回啦，那你加加饭，我觉得我更加是涂的不够均匀吗？不可能，他煮饭煮成这样出来还好，很辣，我说够辣，够辣了，你也吃很辣的，很辣，很辣，老婆还有一小口，赶快，不会辣，不会，不会辣，你在鬼扯。他感觉整个要爆炸。这是冬天可以吃的吗？这么辣吗？不会辣吗？我觉得这杯是会吃辣的。这冬天吃很棒。太辣了，就是蛮辣的。都暖和啊。为什么连话都说不出？是啊，是啊。很辣哎。很辣啊！我也觉得很辣。有飞到巴厘岛的感觉吗？他脸红了。有一点。哎，这不行，你要不要？我不要。吃汉的你还不行啊，还会吃。辣后要吃一点甜点，我先为大家处理一下。它的香气跟口感都对的，是香的。对，就是那个辣，有些人不行，有些人行。哦，你用吸的，哇塞！他刚刚吃那个维力炸面，他也用吸的，是好吃的。因为这次通道是不是对的？
好像可以耶。所以以后有 Tomo 才可以，对不对？对，有 Tomo 才可以参加。有 Tomo 才要参加。Oreo 才是最强的，这也不会雷吧？这只是下面垫一个面粉而已。这不好吃也很难吧？你自己要，你们刚刚吃完辣酱的话，应该是要吃点甜的、啊，品尝不出来。我觉得你们不会，对啊，就搭、欸。啊，就饼干已经烤好了，干嘛又烤？它会不会听起来反而比较好吃？嗯，这就甜点甜的披萨里面，你觉得可以一到十分，你可以，你愿意会给到几分？我吗？对，8.5。你不要以为是自己干的。谭西啊，谭西你也最暖，最暖。我觉得这干到我的上颚有点受伤，刮到哎，很想拿牛奶来泡一泡。如果是我，我会直接吃 Oreo。真的吗？好干哦，好干哦！我上颚真的有被刮到哎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啊！我觉得是因为饼皮没有湿度。好，哎，检讨饼皮的部分。湿度，我觉得没有湿度。我吃也很干，我没办法，没有办法哦。觉得中间炼乳或许是个选项，我觉得炼乳应该。怎么样？你到十分，他有几分甜？问他最准的，他刚刚自己一个人吃，我想吐出来哎！这个饼干润体耶，对，有没有润体就很干，好硬哦。也是很烫哦。Oh my god！ 感觉就轮了耶。没啊，应该很湿吧？对，应该湿。那应该没有没有，它像豆腐压下去会出水呢。哦，湿度还保持在。刚刚每一颗都还有在里面往里面倒一点汤汁。有这么讲究？真的。这可以，这可以。可恶，我刚刚应该偶尔倒一点牛奶的。豆皮的。哦，这个超巴嘴的。Oh my god！ 没有切到了，哎呦。哎，一次就让你吃到一块半的臭豆腐。很烫很烫，我很怕烫，很烫很烫，有烫到，要不要加点香蕉？好，我们专心听美食评论家怎么说。闻起来怎样？闻起来很臭，很有臭豆腐的味道。豆总，哦，八岁，但是很好，怎么了？怎么样？没事啊。怎么了？师傅，不会。行，可以。这个，不错啊。这个臭豆腐就很没有退掉了，还是保存原来的水分。对。哇。它是成功的。哇。他很困难。不错，真的。八嘴。这个还有水分，你看它有汁。哎，是不是？有哇，整个水分都还在里面。有刚切的时候有汁跑出来，有点微酸的，微酸而已啊，跟初恋一样。嗯，没有初恋过。来，不要客气。你的推论绝对是好吃的。哦，烫到。整层吃东西都是吸的嘞，三道都是，很好吃哎，而且这个皮的薄度很 OK。你应该吃这个没有流掉那个汁的，它应该更不一样。哦，八嘴，哎，要吸了。哎，这要吸哦，要不然它汁会。可惜了，菠菜哦，吸才会烫到。好，小宝，你要吃吗？那吃辣椒跟吃这个，你选一个。吃这个好了。吃这个。就不难吃啊，但是也不会想去吃它。我就真的不如直接吃 Oreo 了。老明就是不如吃 Oreo 太干了。好，我们的。